第六十二代刘清虚祖师，东土十六代，三教合一。十六祖姓刘，会画谱，号清虚老人，乃姜太公化身，于光绪十二年（1886年）承运奉命三教合一，东正堂改称一贯道，弘扬其满。其满附注：清光绪三十一年（公元1905年），祖师刘清虚开始以一贯道传道，至中华民国九十四年（公元2005年）满百周年，一贯道总会举办世界万人读经大会考于台北中正纪念堂民主广场。